佳佳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经理，怎么了？佳佳，你们部门只剩两个人了吧？是啊，经理，怎么了？你把彩晨叫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们说一下。好的。经理，彩晨来了。经理，怎么了？公司要裁员，你们两个只能留一个，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吧。佳佳，你刚刚从学校出来，没有什么社会经验，现在工作啊也不好找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社会经验丰富，就算离开这里，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工作。还是你留下来吧。这样吧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等一下都说不，决定权交给领导吧。那好吧，佳佳，我与你共同进退。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吗？我们两个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就留下。那行吧，你们开始吧。石头剪刀布。那好，佳佳留下来吧。